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二条。二，鼻子过敏，早晚症状较严重，怕冷，冬天四肢冰冷，肌肉僵硬，受风寒及食凉症状即加重。各位在座的有没有人鼻子过敏？有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这些举手的通通不用辩证，属寒性体质，只要有这个症状出现就好了。那早晚症状会比较严重啊，比如说到晚上，哎，就感觉那里不舒服，这里不舒服，哦，或清晨，那因为天气凉嘛，它会有症状，那表示它也是属寒性体质。那到怕冷，冬天四肢冰冷，为什么会特别提出冬天四肢冰冷呢？因为有些人夏天四肢温暖，到了冬天就会冰冷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哦，在座有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那也就是这时候你们一定要以冬天为主，夏天那是骗人的，哦，所以冬天会四肢冰冷就一定是了，哦，好，那肌肉僵硬，这个在我们原始点按下去肌肉很紧绷的通通属寒性体质。那还有受风寒会怕冷啊，受风寒啊，那吃冷的比如吃到西瓜哈密瓜，哦，这些比较凉的身体就会不舒服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吃水果会不舒服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这些人一定算是极寒哦，也算极寒了，吃水果会不舒服算极寒啊，哦，我听到一个直肠癌最严重的直肠癌，就是他吃一粒葡萄一片苹果都会让他肚子痛三小时，这个是极寒。那极寒的人你们就要知道，我常常就会讲一句话，你们人生规划不宜太长，因为极寒啊，重大疾病会来找你们，知道？所以随时要念无常都会来啊。哦，所以寒到这样，你们就要小心了，要锻炼，开始要从内热炎、外热炎开始加强，然后运动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吃了会冰冷的，哦，会不舒服的，一定是属寒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条。三，口淡，口甘甜，流口水，不喜欢喝水，就算想喝也喜欢热的，痰多，大小便频繁。四，脉细微无力。好，口淡，什么叫口淡？就嘴巴淡淡的没滋味，然后很想吃重味道的，哦，这个也是属寒。还有口甘甜，有没有人口甘甜？甜甜的，哎，还是有人，我也是属口甘甜这一类啊，老是甜甜的，好像有水这样，哦，那个这个也是属于流口水。流口水不是看到好吃的才流口水，这个不算啊，那就是平常就想流口水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举手我看一下。哎，我也是，我喜欢流口水啊，哦，所以那我也是偏懒，那不喜欢，平常不喜欢喝水，哦，就算想喝也喜欢喝热的，这个也一定是寒。那不喜欢喝水要不要强迫喝？有没有人早上强迫喝，自己强迫喝几千 CC 的或几百 CC 的？有哦，还不少啊。你们认为这是健康吗？这个哦，我跟各位讲，这不是最好的健康方法，而且不喜欢喝水你勉强喝不是最健康的。那万一你喝的又是像矿泉水没有加热过的，水本身是属凉的，那你喝越多体质就会变得更寒。所以喝水最好把握一个原则，就是你口干舌燥一直想喝水的时候，这时候喝可以啊，平常不喜欢喝水的时候就不一定要补充水分。
所以西方医学告诉我们常常喝水会健康，那是一个错误观念。哦，好，那我就谈先谈到这里。那大小便频繁，哦，尿多大便多，一天拉了好几次，那个也是属寒，痰多也是。好，这个就没什么好讲。那把脉你们有兴趣吗？有。那把脉就是这样把，哦，冲宽尺，对不对？那把脉很简单，你们只要记得把出来的脉细细的或没有什么力量，微弱的，按下去重按好像软趴趴的，这些都是属于寒性体质，你们只要记这个脉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样容易吗？啊，这样寒性体质我已经教各位会变了。好，那昨天变一个就是他认为热性体质，结果不是。那我想再征求各位，因为在我的眼中没有热性体质这一个字眼，一定都照我的目标这样算下来都是属寒性体质。那你们在座各位有没有认为自己是热性体质的？可以出来，没关系，十几个也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变。有的想出来或对自己的体质不了解的，现在通通可以出来。好，那欢迎各位出来，大家变一下。没有人啊？好，可以出来，没关系。还有吗？只有一个吗？因为变证很快的。好，出来，不用举手，就出来，直接出来。好，直接出来。我在美国这样讲哦，一出来都起码都一二十人，我通通变，所以这个影像都有，所以也就是让大家进一步了解，好，哦，这个怎么变体质。好，好，那要出来的不用客气。好，我们就一次变清楚，让大家也会变。因为我说原始点这一套不是理论的，是从实际发展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开始来变哈，一个一个哈，我们用快速的方法。您认为你是热性还是寒性？我认为我是热性体质。热性体质哈，好，大家来看他的脸，这样看起来是偏什么？偏黄。所以在我的看法，他是比较偏中性偏寒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教了？他还是属于接近中性，但还是偏寒。那我们再来看他的舌头，这样的舌头是寒还是热？因为他的舌头大家看一下，会反光，对不对？照了光，反光表示他的舌头是怎么样？有水分的，滋润的，所以这个是属于怎么样？寒。好，我们已经从望诊最准确，所以我已经辨证他是寒的。那他为什么会说他是热性体质？第一呢，我总是手脚发热，而且越是天热越热。天热越发热是吗？是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哈，我总口干舌燥。哦，好，这是第二项。喜欢喝水。喜欢喝凉的还是热的？喜欢喝热的。喜欢喝热的，想喝喜欢喝热的，这个是属什么？寒，这个还是寒。他讲的刚好跟我们书本上印证，所以他第三项又更寒了哈。好，那还有什么？就是特别口干。好，特别口干。那我跟各位讲，我答案已经清楚了。他被他的假象所骗。这如果他去找中医，中医也会被他骗了。为什么？他口干就是因为头部原始点怎么样？绷紧之后产生的错觉感，这样懂我意思吧？所以他的口干只要把这里揉开了，他的口干就会立即消失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你夏天会怕热，我说夏天怕热属于什么？假热，所以还是寒，这样懂我意思吧？所以讲到这里，他没有一个是热性体质，那还有什么要申诉的？没有了哈，那你服气。好，那你还是偏寒，凉的都不能吃，那这里揉开，你那个口干就会好。好，谢谢。不会。好，来，您出来哈。您是属于什么体质？您认为啊？一直是认为是热的，因为我血尿三加号，蛋白是两加号。就是因为是有血尿吗？到医院看，大夫都说是湿热下注、破血网型导致的出血，所以说就一直按照清热利湿这么治的，所以就一直越来越重。现在看来就是越来越重，直到遇到原始点，我才觉得有望了。
哦，你看哦，他认为他的血是什么？热破下行是吧？对。你刚刚讲的专业名称。热血保行。热血怎么样？往。湿热下注。湿热下注。热。湿热下注下。破落。破落就是经络那个络，破落、哦、热血保行。然后哦，破落妄行是吧？哎，对，导致的尿血。哦，导致尿血，哇、哦，这个很专业。我本身就是专业的，他讲这些还专业啊。那湿热下注，破热妄行是吧？好了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会下血，所以中医师帮他开凉药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一直吃的都是清热利湿的药，就是补肾的加清热利湿的药。这一定是凉药，所以越吃感觉怎么？越重，所以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过，出血的通通属什么？寒性体质啊！如果那个中医是听开，所以你知道了哈、哦，你那个、啊、我现在才认识到哦，你现在啊，所以还认为你是热还是、啊、还热吗？现在认识到自己是寒性体质了哦，你已经认识了，就是说，我现在就是说全身都浮肿。全身浮肿、嗯，全身浮肿一定是寒了。那我们来看他的脸，面部都是面色，这里是什么？黄，跟第一个一样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舌头让大家看一下，白苔。那记得舌头伸出来不要出力，出力尖尖的时候用力，舌头会变红，轻轻的吐出来就好。哦，这个就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是白的对吧？还有白苔哦，这个是典型的寒，哦，没什么话好讲。好，那你应该是寒了。从我说望诊最准，只要看舌头跟脸部，几乎就答案已经出来。那问是多余的啦，哦，那出血更证实它还是寒。那还有你认为哪里是热的？没有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就觉得自己全部都寒了，太寒了。好、哦，你已经认识。对对对，那也就是你之前都走错路了。对，一直都是错的。可怜呐、啊，啊，是啊。治病越治越重，重到什么程度？我就是往那儿一躺，就感觉四肢都不是自己的，哦，不为自己支配，就是感觉没有没有知觉那种感觉。对对，经常有好几回感觉到，就躺在床上感觉到，有瞬间的出现过什么状态，就是全身瘫软无力的状态。那全身瘫软无力，无力也是属什么呀？寒。记得我讲，因为无精打采嘛，身体疲乏那个。都是属寒，所以你那种感觉还是偏寒。我还有问题，就是我在治疗期有时候我就感觉到后期吧，我也意识到自己是寒症了，但是我用附子啥的效果不好，反而加重。怎么附子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热进不了，极寒的时候有时候筋要先揉开再温敷、哦、这个我们等在处理的治疗我们再来谈。好，那你应该知道答案了哈。谢谢，好，非常感恩你。不会不会，要不是遇到原始点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是吗？没有。非常感恩。好好好好，那我们接下来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下一位，好，您认为你是热还是寒？我现在搞不清楚是热还是寒，所以我走出来，今天一定要得到一个准确的定论。好，太好了，我教各位看他的脸色。他还不错哈、哦，他这里还有一点，来，你看前面，让他们看得到，那他们也想看这些出来的，这个、看得到哈、哦，他有一点红色，对不对？黄红，但是他的红色，你看这里红，这里黄，那表示那个红色分布不均匀，表示这个红还是寒。记得红分布不均匀，这里红一块，那里红一块，这叫做分布不均匀的红。通属假热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也就是真寒假热。所以在我的看法，我一看这里红，但是这里黄，那表示分布不均匀，表示它还是偏寒。哦、好，那你这个是胎记啊，胎记这个对啊，我再看清楚那个胎记就不是黑眼圈。来，舌头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呢，舌头呢，它有薄白苔，湿湿的，光灯会反射。还是寒，我们不要看舌质红或白，反正只要有湿湿的，通属寒，这样会变了吧？好、哦，那它还是偏寒。那一般中医师还会看哪里？看前骨，这里容易骗人。他只要看到红，以为他上火，那就是被骗了。好，那你还有什么症状？我从小吧，就是不爱穿棉衣服，不爱穿棉鞋。
从小到大没戴过手套，没戴过口罩，也没戴过头巾。完了，冬天的时候吧，我就愿意早早的起来，让那个西北风哈嗖嗖的刮着，完了吹这个头，特别舒服，就觉得凉丝丝的，特别舒服。人们都穿什么鸭绒棉袄、大棉袄，我通通没穿过。冬天的时候，就里边穿一个很薄的那个小羊毛衫，就精纺那种哈、啊，外边就穿一个可薄可薄的那个精纺的那个羊毛绒那个短大衣哈、啊，这就过冬了。完了，另外吧，我总觉得自己吧就有用不完的劲儿，完了精力呢、哦、特别充沛。哦。一到医生那，我有一个病哈，是那个就是你说这块红啊，实际上这块它也不是红啊。就那个西医说是那个神经性皮炎，中医呢就说是牛皮癣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事，但是我知道一发脾气指定他就来事儿。哦，一发脾气。对，我这个人吧脾气特别大、嗯、我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，但是我做什么事情吧非常追求完美，就这个事儿就办完了之后我也觉得不地道哈、啊，我心里边就不舒服，反正这个活儿要干完了哈，我又觉得不顺眼，不行，重干。我要做了一件事，我当时觉得对不起人哈，当时没意识到，但是过后我感觉到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做的对不起人哈，我要不把这个事儿补过来哈，我这心里头就撂不下，就这样一个人。哦，是是，所以你现在寒热，那这个患者我还是偏怎么样？中性偏寒，但是已经不错的体质哦。他只是一个头部这样，他头部一定有问题，因为我看他这，那我帮你按一下，我们来试测试一下，来，你帮我拿，这个你看会不会痛？这一点的，嗯，痛不痛？痛，这里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再帮你按一下，啊，这里痛不痛？嗯，痛。好，我为什么要帮他按呢？我让你们证实，他吹到凉风，冷飕飕的，他很舒服，那这个表示怎么样？这里的筋绷紧之后。所产生的错觉感，这里揉开了，他以后就怕了，因为他偏凉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那这里揉开了，你这里的这个红色的就会分布比较均匀，是这样。但是他的体质好不好？好，是刚刚两位比较起来，他是怎样？比更刚刚更好？为什么？他有用不完的精力，这个来做原始点肯定最好。我觉得虽然年龄偏大一些，但是我的手非常有劲，对对对，好。那我就想，那我跟各位讲，这个体质能够这样，算已经算是上等的啦。因为没有热性体质嘛，顶多就是越来越接近中性的，那就是最好的。那如果真的完全没有症状，真的完全中性，我看他活100岁以上没啥问题。好，那就这样咯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还是有一点偏凉，好、哦、偏寒。另外我还有一个是怎么了，我吧不怕冷吧，但是怕热，一到夏天吧我这个脸怕热，一热吧我这个脸吧就像猪肝一样就出来了。怕热一定是什么阴寒引起，记得我讲的怕热一定阴寒引起，因为中性体质我有界定，因为下面我就会讲，中性体质是不怕冷也不怕热，任何环境都很舒服，这才是最顶尖的。那还会有怕热，那表示他的体质还是怎么样，不是在中性，他还是有怎么样有问题。所以我刚刚按这里他还是怎么样会痛，所以这个就完全符合了。哦，所以你怕热中性偏寒算是不错的体质。好好，谢谢你。好，那好，那我们接下来，大家好，这样的体质就好变了，你们看看得出来吧？它是偏什么？我认为偏白色啦，好、哦，这里就白白的哈、哦，那这里黄黄的，所以黄白色是吧？这个是属什么？其实都不用看舌头，光看脸，这个已经不用变。那你舌头再让大家看一下，你看有没有？还有齿痕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来侧面看，有没有？看到了哈、哦。那还有齿痕，而且还湿湿的，这个已经起码中寒了，比如中已经到了中寒，是不是到极寒我还不敢讲，但是起码已经算很寒了，因为又有齿痕出现了。哦哦，哎，那你
我还有就是我的手脚啊，总是火火烫烫的，一年四季都热得不得了，而手还盗汗，手都是湿。手盗汗一定是寒，那手会热热的感觉也是因为怎么样，经伤产生错觉的感，这更清楚了、哦、所以怕热不代表是怎么样热性体质，你那个也是阴寒，而且你还算很寒了，比刚刚那个还算很难，因为你那个舌头旁边也有齿痕，而且还湿湿的，你算比刚刚都还要寒，在我的感觉。哦，好、哦，那我这个手吧和这个脚都是就没有知觉，就是感觉没有知觉是吗？哦，就不好使，就睡着觉半夜我就。大家有没有听到？他怕热，没有知觉，那个没有知觉也是筋绷紧才会产生。所以我说很多中医师一听到怕热就完蛋，就开凉药。那怕热是筋伤引起的。那他没有知觉也是筋伤、哦、啊，所以你是阴寒的筋伤，所以你不但要推开，而且还要温敷。哦，你是寒了，而且温敷时间还要长一点、哦，那这种感觉就会慢慢找回来。哦，那脚是跟那是一个道理，一样道理，嘿，对，哦、好、哦，那就诊断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看还蛮多人，我们就尽快，好、哦、好好，大家看起来怎么样？黄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舌头大家看一下，哇。舌头就润，对不对？而且白、哦、所以看舌头也没什么问题，就一定是偏寒了。那你有什么热性症状吗？我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热还是寒性的、哦、因为我特别特别怕冷，就这个时候、哦、特别怕冷、穿的衣服都比别人多，是是、再一个呢，就是我口干，刚才老师已经讲过了，我知道了哈。口干了。口干、咽干，得经常。口干，经常想喝水。啊、就这个喝水不是因为渴，而是因为口干呢非常厉害。嗯。有没有听到口干是阴寒引起哦？他舌头很白的哦，所以你看还会口干。所以这个如果没有用原始点，中医师一定说什么上火，是吧？你们有没有应该都有听过？哎，那你这个是筋伤。嗯，阴寒筋伤所致产生的口干，还有一个是就是经常便秘。哦，便秘、嗯、哦，便秘很多人也会说是什么上火，那个是错。他体质已经，你看舌头已经这么白了，怎么会下面有火？那也是寒，然后寒整个新陈代谢变慢，所以产生便秘。所以揉开温敷，一般便秘就解决了，是这样。好，那您就这样。好，谢谢你。大家看他的脸怎么样？黄，对不对？黄还有一点偏白的味道、哦、好，那舌头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个舌头不用讲了哈、哦，这个是还有胎，所以你是寒了、啊、那你有没有什么热症感觉？那每年嘛就是说总热，就但是今年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我总是那个下雨天的时候总出去溜达去，因为下雨天的时候我也穿得非常薄的衣服，但今年的时候到现在的时候棉袄都没脱，就是棉被芯儿一直没脱，这一周之前才把那棉被芯儿脱下去。哦，特别凉，就是后背特别凉。你们想想看哦，他以前都一直怕热是吧、啊、对，怕热啊，结果一年之间转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，也就是以前的热还是属于怎么样假热，体质不可能变得那么快，除非说手术或大车祸才会体质突然间荡下来，所以他以前的热还是属于假热，那今年特别更显出他的怎么样寒，真寒，所以你还是偏寒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那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那舌头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舌头就不用讲了，看得出来吧？这个是热性还是寒性？寒性。寒性、哦、已经很寒了、哦、因为舌头很白而且厚厚的胎哦，这已经很寒了、哦。我知道我是极寒极寒的，真的哦，很寒哦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以前的黑眼圈很严重，只是说这一两年原始点或者是通过一些别的方式，黑眼圈就没有。我刚刚还没有注意他黑眼圈，大家看一下，那个黑眼圈一定是寒。好，你两眼确实有黑眼圈，大家有看到了哈、哦，他这个真的黑眼圈很明确，那舌头又很白，所以他确定极寒。老师，我现在这个脸是最近这段时间过敏很严重。对，这个红红的是过敏，那个红很多中医师说上火，错，那个也是因为筋伤所致。那你这个过敏从这里解决就好，这里然后推开，然后温敷，一定很快就会好。好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看下位。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来。啊，大家看起来看出来了吗？这是热还是寒？
寒呐、啊，应该很寒啊、哦，应该从这里黄色也看得出来。好，那舌头我们看一下，哦，有没有看得出来？舌尖是润润的，中间是有苔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寒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热感觉是热的？我感觉吧，就是一到热天，就是那个身体特别发热，啊、哦，浑身没劲儿。完了，再就是咋的，四肢乏力，就是身体发酸。哦，四肢吧。好，到夏天会怕热，然后四肢无力，是吧？嗯，四肢啊，然后发酸，嗯、然后好像没有精神这样。对， 对，没有力气。那没有精神，我们第一条辩证，无精打采的，通通属什么？寒，所以他讲出来还是寒。那会怕热，还是夏天会怕热？一定是什么？假热。老师，我还有一个啊，就是咋的？到了冬天嘛，嗯，晚上睡觉我也多喝水啊，但是一到早上起来呀，这个就得嘴张的，舌头挡硬挡硬的，舌头挡硬挡硬，就是舌头僵硬僵硬，是吧？你们这里的话很好玩哦，我都第一次听到了，挡硬挡硬哈、哦，那就是僵硬是吧？哈、哦，特别硬。好、哦，那僵硬一定是寒喽，哦，这个就没话讲了，所以。他晚上也喝水，那所以我才说不能喝水。像他这么寒，水性是偏凉的，所以喝水早上起来就挡硬挡硬的。好、哦、好，那还是偏寒。好、哦，那我得怎么调理呢？啊，那吃姜。哦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饮食篇中医课饮食篇都会讲到。好、哦哦、好，那我们谢谢老师。好，不会不会。大家看他的脸，看得出来吧？偏白哦，这个就很寒哦。偏黄还比白还好一点，因为黄是中性偏寒，但你只要一看到白都是极寒的，中寒以上的、哦、那所以我看他的脸已经没有什么好辨证，这个一定算是很寒了。好，你舌头再看一下，哇，是不是、啊、也是有润反光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个已经看得出来。好，那你有什么热象热症的？我觉得我是寒性体质，但是什么呢，舌头经常发热，并且呢，鼻子两侧好像偏红吧？哦，偏红。有没有？好。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好怎么回事？舌头会发热，一定是怎么样？那种感觉热，我昨天有讲过灼热感，那个也一样是怎么样？寒，因经伤所致而偏寒的体质，所以你是这里引起的，这里揉开那个舌头热就会立即改善，这样会治了吧？好，那好，可以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。好，好，给大家看这样的脸，大家满意吧？哈哈，满意。什么体质？中性。哦，大家说他是中性，我看比较偏白哎，没有到中性。好，你舌头我们看一下，张开。好，给大家，我看到舌苔白，有润苔，这个一定是怎么样？寒，从脸跟舌头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你有什么感觉是热象？我原来我感觉是寒。哦，你自己也本感觉是寒。对。啊、哦，是不是？但现在呢，我感觉变了。为什么？我的身体好多了。比以前好。对，啊、整个身体包括就是整个都变了。哦，好好好。那它变了，但是还是怎么样？偏寒。哦，到现在还是偏寒。啊，我觉得一直压迫头，尤其这两天听课啊，是，那这个可以处理。好，那这样应该还没有什么感觉热症，没有了哈。好，那应该还是确定寒。好，这样啊，大家看起来偏什么？偏白。好，你看一下，不要出力，张开就好，不要出力，张开。好，这样大家看到了吧？还是偏白哈、哦，那你有什么感觉是热症？我就是现在站着这块都浑身乏力，都站不住了。哇，浑身乏力。就是脖子往上都僵硬，脑袋也疼。僵硬，那这个都是属什么呀？寒。那他已经讲出来，四肢无力也是寒，僵硬也是寒。那应该你是偏寒，这个你就要用温敷，还有推拿。啊，那个脑袋晕。对。眼睛现在也。
痛。好，这个在我们手如果有手法练习的时候，你这个都可以处理。好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位。啊，你好，这个颜色偏什么？偏白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已经看得出来，它应该是起码中寒了。好，舌头我们再看一下。哦，这个舌头也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有润反光，所以应该是偏中寒以下。好，我们再问一下，你还有什么症状？我脚怕凉，手热。好，脚怕凉，手怕热。那这个还是属于怎么样？寒。那个手是夹热，脚是真寒啊。然后头那个一年四季总是晕晕的。一年四季啊，哦，那表示情况还蛮严重啊，随时都常常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里也还是有问题。好，哦，好，那还是偏寒体质，你自己了解吗？你是寒性体质？嗯，不太了解这个。你不太了解，所以你要多吃姜啊。好，哦，你还是偏寒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。好，大家看他脸色偏什么？黄色。好，哦，那舌头大家看一下，舌头是怎样？白的。那这个也是寒。那您有什么症状？我吧，就是还挺怕冷，挺怕冷，就是那个还特别能出汗。好，挺怕冷，特别容易出汗，出汗是属于什么？寒嘛。那所以他讲的通通跟他的舌头一致，所以你是寒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位。好，这里大家看一下，啊，这里偏怎么样？有一点偏白。好，那舌头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个，哦，而且舌头到这样厚，这么白，好像湿湿的，要水流出来，这个一定是中寒以上，已经算很寒。你有什么热象体质？认为热？我是现在的话，就是手跟脚就比较热，然后我冬天的时候呢，上身感觉非常热，然后膝盖以下就特别冷，怕冷，又怕冷又怕热。好，那么它膝的热是属于怎么样？假热。那这个热一定它的筋一定绷紧，因为我看他的舌头那么白，他后面的筋只要揉开，他连上半身以后都会有知觉，他知觉恢复他就知道怕冷，这样懂我意思啊？所以还是很寒的体质。啊，对，现在我这个颈部现在活动都不是很方便，是，就是好像受风了，受风，吹空调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因为我是北方人，但是现在在南方定居，南方它特别热，然后吹空调的话，它就受风。然后如果不吹的话，我就觉得很难受。我的头发就是说在南方生活，它就经常是湿湿的，一天都是湿湿的。是，这个怕冷跟怕热同时发生的，通属寒性体质。哦，就像我们第一天做的，又手又怕热又怕冷，那个一定是。好，那您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看下位。哦，这个有点红黄哈，哦，是吧？这个脸色来，但是看眼睛好像。眼圈有一点稍微偏黑，稍微周围。好，我们你舌头伸出来让大家看。哇，其实它有一点偏黑，整个脸色不是红，那个红跟黄然后在一起就变黑的感觉，那黑是属于什么？寒。所以舌头一伸出来就没话讲，黑一定是寒。所以你不是黑眼圈，你是整个头额都黑，所以就更寒了。所以加上舌头，那一般像这还有这样的舌头，我跟各位讲应该是重病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一般是重病患者比较容易显现的。这样你身体是不是也很不舒服？夏天不舒服。夏天不舒服，夏天怕热，冬天怕冷。哦，夏天怕热，冬天怕，还是偏寒啊。哦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我一直心脏不好，去中医看吧。中医总说我是，哎，中医怎么说？中医总是说我有火，但是我觉得怕冷。我今天一听您教授讲课，我觉得我好像是寒性。你好像寒性，那所有中医师都跟你讲你是火。我就总去看中医，中医就说我是好像是火，哦，火特别大。但是我吃的这类中药，我就觉得有点寒。哦，大家看它是寒还是热？从哪里看出来？白色，对，白色的脸色。一定是寒得很严重，比黄还要严重。这样为什么中医师还会说他热呢？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大问题。那你脸都这么苍白，
甚至我看这里都还有青青的颜色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还白，这都是极寒了。极寒，你舌头我再看一下，这个也是白，对不对？这个一点热也没有，那为什么他会说你热？除了头晕，头晕，头晕就是说你热了。心脏不好，他就说是火。没有，头晕也是寒。对，头晕一定是寒。好，那你已经知道你的答案了。好，谢谢。我是好睡觉，然后还喜欢喝热水，无论冬天夏天都喜欢喝热水。然后那个鼻子就是北方人的病，就叫鼻炎，就是冷热空气交替的时候鼻涕比较多。平时有时候吃完饭的时候，就饭没吃完，如果说尤其喝汤，我爱喝汤，喝完汤之后就感觉有鼻涕，然后饭没吃完就出去擤鼻涕。好，那他已经讲完了，那大家认为他是什么？寒啊，因为刚刚都已经，你舌头让大家看一下，哇，有没有注意？来张开，哦，还有齿痕，大家看，很明显，来您侧面，有看到了吧？有哈，很明显，所以他应该很寒了。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能寒到这样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就是小时候，就是总去那个井水，电气井抽出那个井水，拔凉拔凉的，总在那里边玩。哦，是哈。嗯，就特别喜欢玩凉水。特别，你已经知道你很寒了吧？啊，知道了。已经知道。从去年开始就是往死吃姜。哦，是啊。好好好，那就对了，对。继续吃，哦，还吃的不够，好。好。感恩老师。不会。好。来，这样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脸怎么样？白的，我也认为白的。那已经确定，那舌头再张开，有没有看到了？白还是白？那你有什么症状？我那个又怕冷又怕热的，那个要是睡觉稍微凉点，后背就疼了。一天工作下来挺难坚持。完了，要是那个插上电褥子吧，就嗓子就得坏。你看还有手术，属于重病患者。就得坏，就不知道是冷对还是热对。那你现在还不知道，大家说说看，他冷对还是热对？他是偏什么？极寒呐、啊。应该是极寒。已经极寒了啦，那个没什么话讲。你那肯定是极寒。极寒了。那怎么调呢？怎么调？我等一下会教。哦，好，来下一位。我20岁就是产后风湿。哦。吃了1000多副中药。1000多副中药。哎。那汤药，哦，医生就说管我叫寒火凝滞，寒什么？寒火凝滞，凝滞上面是热的，哦，上面，啊，下面都是怕你浑身都土皮啊，都结火，全是冷冷的，冰凉冰凉，上热下寒了、啊、哈、哦，是吧、啊？寒热凝滞，哎，医师这样跟你讲，哎，所以就叫你吃，不断吃药，就跟那生个小孩什么也不懂，哦，然后风湿，好，那会风湿，你大家来看他的体质，舌头伸出来。啊、哦，是属于什么？白色，寒呐、啊。好，那你是寒。嗯，我首先感谢您。去年我盼望已久的，啊、哦，您在那个大会展中心讲课，我这里都开锅了都。我想上一届我嗯，我都没那个经历，没那个缘分就是。啊、哦。今天可叫缘分到了，你说好好去就是、哦。我您不今早还听您影碟，我一直听您影碟。哦、我也有休息按好，那我们先确定他就是寒，那没有什么好变的。好、哦，那他吃了1000多副，那这手6手指都烂的都不行了，所以吃药也没有好嘛哈、7年到省医院，哪个大夫都说我是风湿，是好，脚还类风湿都疼了，这个都可以治了，类风湿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确诊。那怎么治疗？我今下面的课还会谈，好不好？大家看一下哈、哦，还是偏怎么样？黄色。好，你舌头看一下哦，这舌头就白了。好，还是寒。那、啊、你有什么症状？我知道我自己是寒性体质，但是我就想确认一下是偏寒还是极寒还是中寒？还算好，偏寒，还目前没有看出什么大寒，因为从你的脸色还是看出只有。偏寒，嘿！我最近一直在喝姜汤。哇、哦，太好了！那你已经喝对了，方向对了就好。然后配着那个红豆蛋。哇，是好，那绝对没问题。就是现在就懂得改善体质，不要等到年纪大了很寒了，那补不回来了，好、哦、就很难补。好，可以。好，下一位，大家看起来怎么样？白色偏白，
你们越来越厉害了哈、哦，舌头大家看一下，张开，哦，好，还是有胎了哈、哦。那这个脸色确定是偏白，应该确很明确的。所以从脸色，我认为应该起码不止偏蓝，还更寒一点点。那你有什么症状？我没有症状，所以我觉得我不寒呢。哦，你觉得你不寒，但从脸色还是寒。就是我身体老好了。老什么？老好了，老啊，什么意思？很好哦，老好的是是，他很有自信啊，哦，光这个自信就不简单哈、哦。我还没到二十岁呢。你还不到，那你四肢也不会有怕热怕冷这、啊？不会啊。所以都没有症状。没有啊。你舌头我们再看一下，不要出力，张开就好。他还是有刃啊，好、哦、就是。阳光，我那个日光灯会反射，那中间来张开，它还是有白胎，其实它已经偏寒，已经走向偏寒，哦。我每天都能打球三四个小时。哦，是。然后也不累。哦，也不累。如果他都没有症状，而且体力还那么好，从问诊下来，他应该是什么？中，他也没有经伤，所以他没有症状，这是可以确定。寒性体质已经有，但我只能说起码是中性偏寒，但是已经偏寒，但体力还不错，就是因为没有经伤，没有什么影响。那寒会不会一定寒性体质会不会一定出现症状？不会哈、啊，这个先确定。所以没有病不代表说不寒，是这样。那我真的还有救吗？你当然有救啊！你体力好得不得了，你怎么？你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的信心。你有中，我本来就很好，我很有信心，这一股力哦，就可以支持你活到99。虽然脸色稍微白一点，哦，我跟各位讲哦，棺木埋的不是都是寒性体质，有些已经算中接近中性，也会埋在那里，哦，不好好保养，甚至车祸啊，种种意外都有可能。那很多寒性体质，如果懂得保养，它可以活很久。哦，再等一下，我们寒性伤人还会进一步再谈。所以你不用说有救，你本来就自己把自己调得很好，而且都有在运动，这个是我们怎样原始点要效法，因为原始点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怎么样不如动补，运动是最好的，所以你已经方向是走对了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位。你先看症状。好，看症状，大家看起来吧。白黄色，我认为是白黄，你们呢？好、哦，应该是白黄。好，舌头我们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有润润的，是吧？湿湿的，这个应该是寒。那、啊、你有什么症状？三年前我写了一下啊、哦，三年前的症状是记忆力严重下降，上午的事下午想不起来。也就是现在咱俩发，就是我在台上，我说上午是我昨天去的、还是前天去的，想不起来、哦。对，然后是轻微的运动会呼吸。同时严重的呼吸困难，咳嗽，然后还有浑身无力，说话非常的洪亮，然后变得非常淑女、然后还有睡觉是一天睡12小时也不够，就是非常嗜睡，非常嗜睡、都讲出来，我们那个寒的都有讲。然后呢，通过就是吃了一年中药调理的，然后是这四种症状没有，但现在还有四种症状，还有就是吃过西瓜以后就是寒凉的嘛，然后是一会儿就会觉得膝盖往下凉。哦，是西瓜会。对。膝盖往下凉。然后呢，是冬天的时候，如果要是没用热水泡脚的话，只是洗脚的话，膝盖当时要是凉的话，这一宿都不热，第二天早上膝盖还是凉。哦。然后穿的时候，就是前几天穿的时候，是别人穿已经穿这个衣服了，我已经还穿秋天的，跟差1到3季。然后还有是现在整个症状是右侧从头、从头脸到胳膊手臂手背和整个右侧这一块是肩膀。好，那很明确，你们应该断得出来吧？如果你们当医师，你认为它是什么寒，对不对？哦，起码中寒以下，哦，对不对？算比较严重，不止中性偏寒，已经到中寒了。那要是吃姜的话，就是、那很好。如果要是怀孕吃姜可不可以？
哎，怀孕能不能吃姜？你们说说看。哦，那就可以啊，那继续吃吧，哈哈，可以。好，那就这样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叫那么多人来辩证？让你们好好过瘾一下医师辩证的乐趣。那现在该看的也都看到，你们现在跟我回答有没有热性体质？确定了齁，我这样巡回演讲一路变下来，真的找不到热性体质，所以我才说医师只要开一分的良药就有一分的名，开十分的良药就这个医师辩证有十分的名，这样大家能确信了吧。好，那我们再把今天的课很多要讲的继续来补充。好，大家念一下。中性体质在任何时间及环境下都处于一种平和宁静舒适的状态，既不怕冷也不怕热。所以你说怕热，怕热也是寒，这样懂啊？中性体质就是它不怕热也不怕寒，这样才算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。他处筋伤会使患者的感觉错乱，如怕热、灼热感、口渴、喜冷饮等。所以这些都不能把它断为怎么样？热性体质，因为他处筋伤就会产生这些症状，而筋伤一般都是受寒才引起的。好，我们看下面。临床上所有热症皆因他处筋伤所致，全是假热，因此除了中性，人的体质只有寒多及寒少，根本就不存在有热性体质，故治疗上只需考虑使用内外热源的多寡，根本就无需考虑使用冰敷及寒药。我讲得很笃定哦，这句话已经跟中医很多是不一样哦，中医还要辨寒热，我就笃定地说没有怎么样热性体质，根本不能开寒药、凉药，甚至冰敷，通通不行。所以我们原始点只有推揉，然后再来就是用怎么样温敷，就一路变下来。今天出来的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没有一个热性。我这几年变下来也没有找到一个热性体质，所以我笃定的跟各位讲，如果你们去找中医师，他开出凉药一定就是错，开几分的凉药就几分的错。好。那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再说了，所以大家以后就不用再问我是寒热体质这一类的，通通不需要了，就只有寒多寒少的问题而已。那如果没有寒的，就代表这个人已经属于怎么样中性体质，他的体质是最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面。体质没有虚火，上热下寒，表热里寒，或寒热交杂的问题，以上之热全是真寒假热。有没有听到？所以你们刚刚还有人说上热下寒，有没有可能成立？不可能成立，它通通是属真寒假热，也就简单讲通通还是寒。那个热是因为筋伤所致产生的错觉感，那这已经明确。所以为什么中医在寒热还要辨证？因为中医的内科学没有外治法，也就没有用外治法去找出筋伤会产生错觉感，所以他以为口渴喜冷饮就是热症，口干舌燥灼热这个是属于热性体质，通通错。那如果没有延迟点，一定这个理一定理不清，那这个理已经看穿了，所以2000多年来的中医应该会因为我们这个延迟点而改写，这个才是真理。因为一路做了那么多人竟然找不到热性体质，那为什么还要变寒热呢？那也就是你们去找中医开药，他如果说你上火了或虚热虚火，通通不能成立，也就是他开出来药可能就是凉，对你们体质就是刚刚像有些人上来说越吃身体越寒一样，那一定是开错方向哦。那今天早上我们就把寒热的问题讲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各位。